八大屋哦，所谓八大屋就是会讲到什么？讲到我们讲的一个是生屋，就生活污水啊；第二个叫厂屋，就是工厂排的污水叫厂屋；第三个呢，我们讲的细木屋，就是养一些猪家禽的啊，细木屋叫不是叫细屋，然后简称作为农屋，就是我们讲的农业啊。但事实上这里面还有一个叫油屋。啊，油屋过去呢，它是在那呢，我们七堵八堵那一个地方，几乎和过去全部都是油屋哦，油屋。然后到我们的什么在水库里面，包括我们什么水库，包括南部水库，它叫做沼屋啊。所以呢，你到水库的时候，上面水面上啊下去一公尺的啊一公尺内的上面，这上面的水大部分都是带沼屋，所以你看起来很干净，但是不要洗都洗一洗拿来吃，那都是叫沼屋哈。啊，那到了浊水溪会变成一个泥屋啊，泥屋啊，这些都是在生活中我们台湾现在目前所看的啊八大污染源哦。啊，现在最难抑制的就是这样的叫杂污，什么医院所排出这些的水是相当的，它里面有抗生素，也有菌类一大堆，所以那属于是叫杂污哎啊杂污啊。所以实际上我们这边刚刚是泥屋，现在我们这个可以做的啊，利用啊用这个水生植物来做什么？就抑制藻类，抑制藻类啊。但抑制藻类呢？但是这有一个特色哈、哦、啊，就是用这个遮阳工法啊，用遮阳工法啊。但是呢，你就是说、哦、你太把它遮太阴的话，它、啊、变成阴性水质啊，阴性是产生什么？里面的生物相会有缺相啊。我们做生态的大部分都是按照我们的四生啊，讲到四生啊，然后讲到三害和三益刚好合时。所谓四生里面，那就包括要有生活、生产和生命哈、哦。那生产啊，还有生态，就这四生。然后呢，它生态的平衡里面，包括刚刚讲的天时、地时、人时三时合一，绕为什么？它必须要陆、海、空这些的生物相。所谓陆的，就是一定要蛙类、生态啦、爬虫类啊，那些都是属于陆的哈。哦，海的话，包括水栖昆虫啊，水性的水栖昆虫啦、啊，这些大部分属于是海鱼类。然后呢，我们讲的空性的，那是鱼类和蝴蝶、蜜蜂，这属于是陆海空啊，这属于三池。然后呢，最后会达到什么？像我们这边要做些哪些事？像台湾猕猴草，它是属于是保育类的，还有一些是护育的。然后最后要达到什么？达到的教育传承，这个是在我们人生里面要以后要你回去哈。你脱离身的话，脱离体的话，你要回去报告啊。我们到玉皇大帝去报告，说你在人生那么多年，到底做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讲不出来，再重来一次，再来吧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再去做，再体会一下啊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一定要去回想说，哦，我要去做这个仪态共生法，帮助水池。好 ，OK， 好啦，那你就是不要再投胎啦，那你就变成这种就是迎神呐、啊，哦，做神很闲。但是做神呢，不好做什么？因为它很重要。因为呢，你看那个神坐在神桌上，不是很清幽吗？他说你千万不能讲，那神会叫你晚上会听说的，那你换来换你做看，你做不到一天你就很酸死的啊、哦！所以这是人生的一个，所以你就必须要，人是来到这投胎都是叫有缘有任务的，你绝对不要忘本，你要来时候到底要做什么，你要了解，怎么回去啊？要什么人接你回去？因为人是从天而降的。哦，用八方哦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脾气都不一样，因为八的方向的人哦，这属性都不一样，所以说这个文讲的人生就不要常常生气，不要去斟酌太多，因为什么？你很短，很短暂，人生最顶多是大概三万天左右啊，真正玩的时候玩到一万多天而已啊，不好玩的也是过得很一万多天，好玩也是过一万多天，所以这个都是很公平的，整体脱体贴脱衣的，可能没有体的话。哎，生命是一样的，你今天把这些小昆虫打死，它会记在心里，到时候一次把你算啊。不过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要回天嘛，回天要经过啊，路上要到天会经过奈何桥啊，然后经过以后要上天，它叫天梯啊，走到楼梯的时候一个把你算。啊，不好就把你推下来，再重来一次啊，这样的人生，所以没有什么好计较的。你把他心胸打开是吧？大家都是一样，但是要懂得认度哈，我们一定要有认度带回去的。像这我们做生态是一样，这些呢，我们把这些水生植物来做我们的哈，我们的任务。一个它是叫遮阳功法，所以你到别的去看的时候，可以经常看到一个池子里面
大部分都是像藻类的天下，但是今天来会觉得很奇怪，我很等一下带你们都是看藻类的产生和我们现在做的都不一样，所以这边都是叫做遮阳工法。那遮阳工法呢，你可以当做社区营造的一部分。我们上这个社大，社大不是大补习班哈，千万记得不是大补习班。那这个呢，它是要一个传承一个信息，然后呢应用在你们的社区，要就把这个社区啊，大家是能够住在社区，是过去生的多生父母兄弟姐妹，能够今天还住在同个社区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就连接这个这种的心灵哈，才能够发展。所以这些呢，可以带到我们的社区，社区营造现在很多做社造的社区营造啊，要怎么做个生态呢？像我们这边就是用水生植物。因为台湾水生植物有317种，但其中呢有125种可以做水。